大家好，我是大脸。今儿中午俺奶做的这是熬粉条菜啊，这是肉，还有油炸腐竹，这是那个豆角下来了，对，忙个吃豆角了，粉条。没，带你，来吧。哎，那你吃吧，容易咬不动。我那个炸腐竹火嫌大了。你炸的那漏了。啊，火嫌大了。嗯。俺的粉条。俺吃两口粉条。抓人哈。你家绿豆汤多不多？你看山姆了呀。我说问问你家绿豆汤多不多。就掉这嘴我想吃喝的。豆花是啊。豆花呀、啊、我喝了喝那这戒了吧都。啊。来了。这个豆花是吧，继续再喝。那这腐竹为啥炸炸是甜的？装了砂糖。怎么你吃着你再跟人家说说？你吃着你再跟人家说来着。嗯，这找的鸭巢的粉条，鸭巢他熬的菜，俺整的卤面条。哎呀，我找他可是粉条吃吃吧。你咋我一顿没吃粉条，咱歇的粉条。我好吃粉条。这是叔母家的卤面条，他倒上了点粉条，我也倒他的卤面条。你看这卤面条还得搁这里搁这里拌拌哈，搁这菜里拌拌，实在好吃。那豆腐有点发酸了呀，你吃吧，又有点酸了。那就你没出豆腐去了哈？你也出，我搁油锅里过来讲。不过酸那种味也可好吃。嗯。啊，搁冰箱里可腻。没，啊，咱是上午啊，咱是上午吃面条。他恰着是，我搁山东那时候，人家早上吃面条，是不是老表？陈老天，就是，啊，你看这吃面条，早上吃面条，咱是上午，上午吃面条，老妹，那才喜欢，让我这一
吃了。嗯，我给你吃面条，咱就倒着，咱就吃，中不中？我拿面条泡水就好吃。不用了，咱倒着吧。你说人家好意思是吧？你要让他泡。真美。嗯，好了。这个香不香？哎，还给你俺妈了，不能，也吃成吧。行，再凉茶。啊，喝不了那些啊。脱了。给硬呕了，空骨头。你说吃卤面条，喝喝这水。凉的，给喝着吧。我都喝饱了，我。哎呀，小雅少喝点，小雅，你少喝点吧，你喝吧。凉茶。我们本来喝的都是绿豆汤。行，喝吧，你的绿豆喝绿哈哈喝吧。绿豆花不是绿绿哈哈。绿哈哈。我撞的，你不知道他撞我了。那今儿中午餐熬的可好吃，嗯，就是豆腐酸的。